流行天后蔡依林带领80位 ID Girls 大跳美丽运动操，结合拳击、有氧体操的舞蹈动作，让女孩们尽情展现自信与美丽。有知名运动品牌举行为期31天的 ID Girls 美丽训练营，在热情的尖叫声中画下完美句点。但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另外一段美丽新生活的开始。所有的女孩们，不管你是喜欢跑步、瑜伽、训练、跳舞，那都是 ID Girls。接下来，请继续勇于尝试各种运动，实践你的美丽新生活。美丽系队长蔡依林。拥有完美体态的Jolin尝试过各种不同运动，但一向热爱挑战自我极限的她，当然也不会停止追求变更完美的脚步，也希望将这一股精神传达给所有的女性朋友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在都市里面运动，尤其是团体运动的时候，是给大家最多的那种动力，然后是很棒的，而且有这样一个人的空间，大家都是女生，然后可以尽情的尖叫，然后看一下别人的身材。没错，让运动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享受流汗疏解压力的快感，展现活力与自信。YTV 新闻采访报道。